14 people are shot every single day. Gun violence, a topic that's deeply divisive in America. 佢拍咗部車之後行咗入去 shopping mall， 跟住之後出到嚟玻璃爆咗，部電腦唔見咗。大家警覺性都會高咗，同埋我哋亞裔係都係成日都被 target 嘅。最近可能話喺當街俾人插咗一刀啊，當街俾人哋打拳啊，好多呢啲情況，其實已經係基本你打開新聞每日都見到，不過已經啲人已經慣曬咁樣啦。我見到香港嗰啲事情，其實嗰啲都係慘劇嚟嘅。不過我想講呢度係都係咁樣，都係咁發生呢件事，每日都有死人嘅。我想講真係，咁啊 ，Sam Fan 就華人主要係講廣東話嘅，咁所以咧你嚟到呢度咧，嗰啲字咧佢都係繁體字嚟，咁係好有一個親切感。係，我都講就窒下窒下親切感。我而家咁諗起我當初嚟嘅時候咧，然後發覺咧，哇！這個任浸嘅話真係好正，即係我個人認為係好食過 Shake Shack 啊或者快街啊。呢度咧係其實係一個好私人嘅地方啦，一般遊客咧係入唔到嚟嘅，咁啊要有個本地人帶住。Model， 我哋今日 model 係咪超級靚？係啊，仲要係揸個 Tesla 係接我哋。係啊 ，Tesla。出發去美國嘅時候，有唔少讀者都 DM 我。叫我去三藩市要小心自己的財物拍攝器材，而我回香港短短一個月的時間，三藩市就發生了槍擊案。 9 victims that were struck by gunfire。 我上一條廣東話影片的麵包店 AA Bakery 亦不幸發生了傷人的事件，而似有精神病的疑犯插傷了一名員工。今次這條片我就找來一位當地的攝影師朋友帶路，了解多一些三藩市的歷史故事、影相背景和近年的治安問題，順便就是用 Sony 全新的 ZV-E1 它一部專拍 Vlog 的相機。開始前記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邁向10萬訂閱就靠大家了。酒店門口已經是叮叮車路，亦都是一個著名的打卡景點。如果你想拍到靚相，一支70-200mm 嘅镜头就可以影到压缩感超强嘅城市斜路山景，加埋金门大桥。之后我就去咗游客必到嘅曲街。系咪正常噶呢啲情况？都系嘅，因为租一架细嘅车。跟住可以揸落去咧，咁就會最好玩咯。如果影相咧，我就會由於依家都仲係好曬啦，就係晏啲嚟咧。黃昏嘅時間會再靚啲，最好夜晚黑可以慢快門，咁喺高度嘅拍攝就會最靚。其實呢個 spot 咧，我睇電視咧睇過好多。我裝住呢個停喺度阻住曬，原來佢真係住喺度。係啊。嗱，你睇下，其實咧好多人都會企喺度影相嘅。係啊，住喺呢度啲人就會覺得好煩。佢哋咁當然啦。但係慣咗落曬臉，但係每日都有好多人喺佢門口度入入樣樣。係啦，咁大家睇到啦，所有人咧都係喺馬路嗰度影相嘅，咁但係就小心啲啦，有車就唔好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冇辦法啦，呢度太 popular 啦。原本就諗住去漁人碼頭拍攝，不過 Sabrina 就強烈反對，因為相機器材好容易成為搶劫嘅目標，財物擺喺車上面就更加唔安全。當地人都會有啲 means 去自嘲三藩市嘅治安，我自己就有一位朋友親身經歷車廂被爆玻璃。大半年前到我架車都俾人爆咗玻璃啦，拍咗喺一個 Japan Town， 即係三藩市日本埠嗰個地方。嗰條街係大街嚟嘅，咁但係咁我車有車 cam 影到嘅，咁就佢一架車咁 approach 埋嚟啦，咁就好快，成個過程可能15秒都唔滯，就用個好嗰啲。可能爆玻璃的工具就爆了我的隻窗，就反了我張凳，又炒了我車尾箱。那我好像很幸運，都是我的車沒有東西，沒成的，但是都被他爆了玻璃。而且我聽很多人都說，他們即使你把車蓋得好，也有一些 device 可以 check 到你的車有沒有放一些 laptop 啊、相機那些電子器材在，所以其實他們都有方法可以找到你的車有沒有東西。2014年三藩市就開始實施一條47號的議案，如果你是店铺盗窃、抢劫、接收被盗财物等等的罪名，不超过$950，几乎是不用坐监，引致三藩市的罪案率激增。
你會見到好少人攞啲手機喺度撳啊，即係唔會好似香港咁低頭，仲係絕對冇呢啲事情發生嘅喺呢度，因為真係。是真的走搶嚟噶啦，唔會留守嗰啲人，唔會因為你係老人家，唔會因為你係咩人而留守啊！除非老人家照搶，小朋友照搶，命都搶。可能講緊近 COVID 開始咗近呢幾年咧，你可以見到成條街都可以俾人爆曬玻璃，然之後攞曬嘢啊！咁主要係可以發生喺遊客區咁樣，譬如漁人碼頭，佢主要 target 啲遊客咁樣。最大原因應該都係經濟問題啦。即係好多人 COVID 嘅時候冇錢，居然冇一份工，咁就就會去咗可能揾啲快嘅方法去揾錢，然之後加埋政府可能打擊方面又唔係好犀利啦。真係可以猖狂到搶嘅，喺、啊、你面前搶嘅，大路景點都搶嘅。會嘅，會嘅，會嘅，係啊，係啊，有發生過啊，係啊，有發生過。係啊，即係我唔知，即係數字都唔少。是啊、oh、所以泥山環市如果大家有器材是即大家都會小心會好一點，等一下我立刻放回個相機在袋子一直說我覺得是他們本身是 target Asian， 因為我們不敢打即是 fight back 嘛，或者即 不敢做什麼嘛。但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去中東呢，我拿機擺機在哪裡都沒問題、oh。 即敘利亞伊拉克那些地方是人是不會稀罕你呢啲嘢咯，佢、oh。 反而係好希望佢哋你去個國家去推廣佢哋嘅文化咯。咁、oh。 所以我成日話去嗰啲地方係安全過美國啊，安全過歐洲咁樣嘅。At least 我所有器材都冇真係咁擔心。除咗盜竊搶劫案之外，喺街上面嘅流浪漢濫藥嘅問題亦日趨嚴重。Elon Musk 亦都用 Walking Death 嚟形容三藩市嘅單攤問題。他哋有去嘗試安置呢啲人嘅，即係可能三藩市好多你知道，有時你見到啲 hotel 嗰啲地方，其實以前嗰啲地方就係酒店嚟嘅。咁佢可能翻身咗就安置一啲無家可歸者。咁但係你知道太多啦嘛，資源又唔係好充足嘅時候咧，呢啲大廈變咗就冇乜人去管理或者管理不善啦，反而變相變咗係罪惡嘅溫床，即係可能有好多聚集咗好多。吸毒的人去啲地方度揾啲 friend， 然後聚咗喺間房入邊，咁令到有啲本身真係想擺脱呢個無家可歸者呢個情況嘅人，就變咗覺得，我留喺呢棟樓好似仲衰過我喺條街度，咁就我不如去翻翻條街度就算啦，或者我瞓車就算啦咁樣啦。最後我哋去咗漁人碼頭旁邊試一試三藩市嘅名物 In and Out Burger， 而當地人亦都有一個特別嘅叫法 Animal Style。呢樣特別好食咯，同埋特別平咯，即係好食個 Shake Shack 啊，或者快街啊。我自己個人又中意 Protein Style 嘅 ，Protein Style 咧就冇咗兩塊包，就係、是、生菜夾住啲肉嘅。咁我覺得係非常之 juicy 啊。咁啊 ，Animal Style 咧就係、是、Grilled Onion 啦。就我係 double 好 ，Thank you。我覺得 Animal Style 一定係開心過，如果你唔識嗌 Animal Style， 因為 Fried Onion 一定係好食過就咁生蝦洋葱嘅。咁你問我成個包咧，我覺得係咬落去我都覺得好食過其他牌子嘅嘢。咁佢啱啱送咗頂帽咧，細路仔買嘢咧係會有帽送啦，同埋有貼紙送嘅。我未試過喺呢度食一餐飯可以 under 十蚊，佢唔使俾貼紙。咁個薯條咧？都是加了一個炒的 onion 啦，咁食落去是冇得輸嘅。Where are you going, sir? Angel Island. Stay on the left. Stay on the left. 我覺得而家好似去緊嗰啲長洲啊、南丫島交友團咁樣，就坐半個鐘頭船咧，就去我哋第一個目的地就係、是、Angel Island。我93年嚟嘅，係啊，93年，即係廿幾30年咯。哇30年啊，死啦，暴露年齡。我係專門影人像婚紗同婚禮攝影師嘅，咁好開心啦。今次Ivan 就係過嚟三藩市揾我玩啦，咁可以帶佢周圍去逛下啦，同埋踩點同埋打卡啦。我嚟呢度咧，佢 schedule 係咁樣咁 low， 係比較 low tech。雖然我哋係喺 Silicon Valley。但是很 low 的。大部分游客来到三藩市都会去监狱岛参观，
而我今次就去了另一个天使岛，是有一个中文的，是啊，咁系好特别的呢、這个华人历史咯，系啊，大家有睇我上一条片就知啦，咁啊成份就华人主要是讲广东话，咁所以咧你嚟到呢度咧，嗰啲字咧佢都是繁体字。码头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步，这个就是那个码头了，即是当年的人的船就是在这里这个位置。这里就讲了 Angel Island 一点移民历史啦，80个国家的人是移民就过了来这里，它有些图就是当年的移民，现在是变成怎样啦。我现在身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当年的医生检查immigrant 的一個地方，1800年因為霍亂死了很多人，所以他們都真的很害怕一些 immigrant 會有很多不同的疾病。當年那些都是文人，文人來的，是大户人家或者是有錢一點才 有方法坐到的船過來，是的，還有能力可以過到來，是的。不少读书人在羁留中心无所事事，索性在墙上面刻字。看看他是写什么先。临到美洲，第入木林，成为囚犯，来此一秋。美人不准，批驳回头，消息报告，回国惊忧。羁留中心一个人只有一个碌架床位。床位之间没有太多私人的空间，厕所更加没有间隔可言。大家看不看到这个打环的 shot 呢？那 Sabrina 其实都跟我一部一样的 7V21， 大家就看到现在 Sony 的追焦能力是很强。对我来讲，即是身为一个华人都是多谢他们铺了这条路，所以我同埋我啲小朋友可以喺呢度會 become 一個 flourishing 嘅 generation。最後一站，我經過金門大橋嚟到瘦瘦 little 嘅小鎮 ，Sabrina 朋友嘅一間船屋。我會形容呢個地方係三藩市版嘅大澳。每间船屋都有独有的设计，这个很 crazy， 有个 dragon ball。 船底亦由石等组成，潮涨的时候船屋亦都会升高。当年黎明家张曼玉就有套电影《一见钟情》，以瘦瘦 little 作为电影的英文名，有不少三藩市和瘦瘦 little 的街景。You want to live here？ 我想啊。是啊。哇，这里，哇，不是85万 ，It is include the tax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哇 ，too bad to， 哇 ，it's so beautiful。You still have to pay property tax every month， plus you have to pay a birthing fee。咁你睇到呢间屋咧，嗰个装置咧就系一个新，咁就系呢个 neighborhood 嗰啲屋咁样。你见到呢个咁样嘅形状，系好癫嘅呢度。就喺度卖嘅。虽然短短逗留咗三日，好多谢两位朋友带我认识多一啲三藩市。希望将来有一日可以再次翻嚟，慢慢感受呢个城市。最后记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啦。